诚实豆沙包。Hey, 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到澳门老地方。话说澳门食骨煲边度最好？一定系嚟老地方啦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入去睇下，到底有咩好食呢？行啦！嗱，我哋即刻嚟试下第一道餸嘅烂手炒花螺。佢味道真系炒得好均匀，佢好干净，佢冇任何沙，亦都冇任何嘅异味。嚟试下下一个丝音啦！哇，睇下啲丝音几肥，叫啦。好甜味，真系系真系甜啊！讲真嘅，好搞笑。再沟埋佢呢个自己整嘅呢个沟嘅汁咧，佢甜甜地，但又辣辣地，丝音正，真系真系好新鲜呢个，好好食。下一道是食花甲咧，大家净系识搵壳系嘛，但你睇下佢牛肉有几大嚿，点啊？几肥，但佢真系我一啲沙都食唔到，埋佢个辣炒个酱汁咧，真系好好食，真系洗得好干净。食埋佢个，佢系豉油黄虾。已經是炒到係啲殼都食得㗎，已經炒到好脆啦。誒，佢啲蝦殼真係可以直接咬出嚟食，因為真係炒得好脆。佢雖然出面嗰陣殼咧個味道係幾重嘅，但係佢入面嗰個肉咧係好鮮甜嘅，搭配到啱啱好。聽到啊？好脆啊，真係。嗱，我哋睇下佢個蚬仔。佢呢個食咧係清香嘅，點解？我哋平時食嗰啲膏蟹啊，你啲膏咧食落去咧，其實你嗰個味道係好濃烈，但係佢唔怕喎，佢好清香喎，佢都好清甜，都幾特別，都幾特別。我試埋佢阿老細話，其實呢個最多人叫嘅，呢個叫做椒鹽粟米，椒鹽粟米。加埋啲椒鹽炒埋一齊咧，呢個哇，出面嗰個殼咧鹹鹹地，再加埋啲椒鹽脆脆地，但係入面咧又係保留翻粟米嗰種甜味喎，溝埋出嚟嗰個味覺係好豐富，係好好食呢個真係。最好。對我嘅主角，我哋嘅骨煲啦，第一個食湯底先，好香，嗰胡椒味真係好香，哇！我講真的，豬骨個味好濃啊，胡椒味都超濃，因為冬天食真係一流啊，冬天食真係好暖胃，真係好飲。嗱，冇咁多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嚟試下大家注目、期待已久嘅呢個豬骨牛排。呢個幾大個，晶瑩剔透，真係切兩啖啫，我講句啫。真的好吃，這個真的鹽，它再點啲火鍋料加落去應該一流，真的一流。俾你個啊，爆汁乳鴿，我們試下先，睇下係咪真的爆汁啊！哇，呢個真的不誇張，大家嗱鏡頭不會講大話，我講真的，吃一啖先。系啊，咁我覺得老地方系真系好食，冬天系一个真系好去处，夏天可以过嚟食小炒，冬天可以过嚟食煲，老地方好嘢。海鮮類都好食，我個人好中意食海鮮啦。但我煲類真係麻麻，我覺得打邊爐應該真係好食。我覺得九孔很好吃。九孔啊，花甲咯，花甲啊，台灣九孔啊，好好味。花甲，好好味啊，花甲。B。不過我記得食食嘢咧，打邊爐呢啲咧真係唔好玩手機，趁熱食，因為我覺得。有些東西吃凍了是真的影響了觀感，因為我們有翻炒有幾樣餸，但是真的凍熱是差好遠，但是真的記得大家趁熱吃。大家記得 follow 我的 Facebook content， 拜拜拜拜。